锵锵三人行，哎，这个伟杰和春恩兄啊，都是这个新的一年咱们开市大吉吧，对吧？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个那这个圣诞呢、啊，元旦呢、啊，你们都准备上哪去玩呢？我玩过了，在台湾玩对，我也在台湾、啊。对，我们俩都在台湾。在哪儿啊？我们这个节目是平安夜之前先录好，对吧？都傻了，傻。我们都是回到未来那种。对对对，不是我们这个节目也没有办法，它不像你们报新闻可以有替班。对。对那么我包括我们的组里的也总要休假，就是劳工合法的这个权利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观众老埋怨，你也不能拿你拿我们当平等的人看，那你休息，你休息。谁不把你当平等的人？不是，有时候观众老说，你不说你们锵锵三人行又什么没有一个新闻发生了 又新闻发生了，你们怎么没有说？你们怎么没有说？我也是人呐，我不需要休息的嘛。观众太喜欢看 live。不是，凤凰卫视也不给我找替班，这个问题我给他反映了18年，你知道吗？那不行，这是招牌嘛。春恩兄，是不是你也帮我主持过？如果我没记，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有你不在的时候主持的。文道帮他带过，文道帮我带过，啊、是吗？鲁豫帮我带过，对对对，啊、真有带过、是是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是十八年都是你一个人带过一次，但问题以后不带了，台里也不管了、啊，所以他们对我非常不负责任。但是那我只好对这个观众，今年赶快跟对，我就只能跟观众不负责任，对吧？所以。所以不是不负责任，你坦白就完了嘛，就是。对，就坦白。坦白从宽。对对对。那咱们还是要迎接新的一年，对吧？新的一年呢，我想我们的一个主题啊，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喜好就能看得出来，一对吃货，对吧？对。一对吃货。就是对。老少吃货，咱们淳恩兄是享誉香港多少年的美食吃货、美食家、美食作家。对吧？而且现在值得就发了家了，他靠什么发财？领那个旅游团到世界各地，我那个不管，那是玩，我不信，那是玩，我不信，玩收钱又玩又可以收钱，鲁豫是不是就访问？好不好我不信，啊、我不信，鲁豫再说一说啊，是我不信怎么发财？那就是啊，没什么发财嘛，就是玩嘛。因为香港有一波，我那个时候15年前我开始带旅游那个美食团。那么开始旅行社合作，因为旅行社最早是赞助我的电视节目，完了以后就说我们能不能延续那个合作。我问你，就是说你带团出去吃这钱、你自己先得去，我先得去做资料搜集安排、你那个馆子你自己都吃过？我吃过，不然不负责嘛。对、那你很多被吃过就被淘汰是吗？对啊，很辛苦的。哦，然后你选出来。很辛苦，对对对，就是那增加胆固醇，拼命的增加胆固醇，也是经过海选才选出来的。对，海选呢，你带了十几家，选个5家出来，那你们这样，然后呢，那开始那些都是电视观众，完了以后就变了团友，团友以后就变了朋友，15年了。那么到时到后就哎呀，搞一个团嘛，吃大闸蟹了，上海吃大闸蟹了，去补充一下二阴，对吧？二和一。然后中秋了啊，到千岛湖去看看月亮，大家再去吃点的。大鱼头啊什么好享受的感觉哦。哎呦，他这辈子过得啊特滋润、哎。你看我所以没有什么发财不发财，但是很开心。因为这个十五年有这么一帮朋友一直跟着。哦，你这个团是固定的团友是吗？不是固定团友，他基本上有从第一团开始参加的，他们回回都参加。回回都参加。哦，那么去日本啊，到欧洲啊都可以。好滋润的感觉哦。伟杰现在也越来越滋润。你看伟杰现在都干什么了，这充分说明凤凰卫视的主播前途堪虞。已经开始开拓新的开始做菜。这什么菜？这个是辣椒香肉。哎呦，我想吃哎，那再看下边。下饭。然后这个是茶叶蛋，台湾的那种茶叶蛋。对，我用这张照片特意是要讽刺你们台湾的某嘉宾，说我们大陆人有连茶叶蛋都吃不上。就是为了这个才做，才特别教大家做茶叶蛋。反正是结合时事，有超多人看的。哎呦，就为了那颗茶叶蛋。伟杰，你说说，就说你沦落为吃货，到底是因为主业发展了有困难，还是因为确实是自己喜欢？你不要像我老板都在后面听，要我待会被约去约团。老板更困难，你还。说说你自己。我自己喜欢吃，对，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。我说我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我外婆的手艺非常好，可是因为她已经得了那个失智症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她手艺学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人生很遗憾的点。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菜我可以记忆很多事情。哦，就是说你们家等于有这种家庭菜。家传菜，对，哦，是，但是传不给他，因为他那个婆婆、是吧？所以就没办法学，现在就只能跟比如说阿姨呀、他们学啊，就是说哎里面的精髓，但就真的不是那种外婆手把手教，有一点不是，那你们是家传的秘方呢，还是跟外边做的一样的？
家传秘方啊，秘方啊，对啊，有些像我阿姨就非常会做台湾那种脱土鱼羹。什么叫脱土鱼？脱土鱼是一种鱼，然后它是做成鱼块，然后腌过再下去炸，然后做成羹汤，这只有台湾才有的。哎呦，对，但是你们家的呢，还是台湾有的嘛，对吧？别的地方能学得到？别的地方可以学得到吗？可能你婆婆就是有一点放了一点什么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因为我外婆是这个本省人，然后我外公是辽宁人，所以我们家的菜都是非常两极化的，还乱炖。对对对，比如说我婆婆就我外婆非常会那个熏腊肉，就每年差不多快要过年之前，我们家就有那种大铁桶，然后真的是用那个树枝啊，然后稻谷啊什么去熏。对啊，就很香很香，然后每年都是用抢的，就每年就是邻居啊或是我出国啊，就是所有朋友知道这个都会来抢，可是现在就也没有办法就是得到那个味道啊，听着都好吃、啊、但是你肯定是有这个遗传是吧，爱吃，全家人都爱吃、哎、因为他要不这么讲，我就觉得女孩子说爱吃啊、嗯、完全不出奇、嗯、因为我现在发现你好像那个选美啊，你就看这个女孩子填那个爱好一栏啊，大家都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写美食的啊，都有啊，我以至于觉得女孩子好吃这就太俗，这已经是一种俗套，好像我就没碰见过哪个年轻的女孩说她不爱美食，她的诸多爱好中、啊、爱美食有两个概念，有一种是她真的喜欢吃，喜欢她味道，然后又喜欢拍，她很多女生是叫了一桌菜拍完手机吃饱就一切结束，手机没有没有，还是喜欢吃，但是一边吃一边说怕肥，对是啊，然后不要再要减肥、啊、怎么要减肥，但晚上不能吃啊什么吃。我甚至有一种荒唐的揣测，我认为啊，这是就是说是、嗯、是不是食色二欲会互相转化，嗯，就很多是这个意思，小女孩子她是不是她缺色，不是她被压抑的这个性欲啊，她必须要寻找另一种表达，你看她就说那我好吃，喜欢这个口味上的这个、嗯，他真是好吃还是表达？你说的是？对啊，我的意思，你不能让他说我好色，是吧？我就好跟人睡觉。但我觉得，如果好色，现在女生应该也都很直率。我觉得这个不成立。你看，现在大部分什么小鲜肉啊、干嘛的，女生都直接说她舔屏要干嘛、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。现在食色两个字对你来说呢，都重要，哪个重要？都重要。你说的这些女什么舔屏啊，这都是有了温饱的女孩子。你没想到这个还有那些个马斯洛的那个更加穷。不困的女孩子，她们的肉体是要供来借钱的，裸贷的，对吗？也是有其他的用途。舔屏小鲜肉对他们来讲太奢侈了，是不是？嗯、你看脱口秀一听这个，都吓到了，奇谈了，奇谈了，奇谈了。奇谈了哎、我这样吧，就是说你们俩都是美食家，对吧？嗯、我想问问，就是说，哎，崇恩，你这一辈子啊，你能说出一种你觉得这辈子最好吃的？你觉得？有吗？红烧肉，你真跟毛主席一样。对，不是因为其实湖南的那种，不是上海那种，甜的还有点啊、对对，放冰糖的。你一辈子吃遍全世界，嗯、你认为还是那个是？其实你所谓好吃不好吃是一个记忆，对 对, 对，情感是个情感，是个记忆。因为我小时候很穷，在上海没东西吃，那我差不多到二十岁，我记得大概差不多到二十岁，这样过来十几年。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吃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，那个肉端上来的时候是颤抖的，是活的，放在那儿三碗白饭不跟人家分享，颤巍巍的，颤巍巍的不跟人家分享，因为是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。嗯，然后你想知道你最喜欢吃什么，只要你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一饿我就想三碗白饭一碗红烧肉，虽然现在吃不下三碗白饭，但是想还是那么想。哎，你这个说的非常有哲理，就是说，实际上世界上也许并不存在一个至味，对，一个最好吃的美味、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记忆，对吧？就是在最，你比如说你突然跳出来的，突然对，你要看到那个菜，你会想到谁、嗯，然后你跟他吃的记忆是好的，你就会觉得那道菜是好吃的。味觉跟嗅觉都是记忆。哎，你讲这个，你说前女友帮你做的第一道菜，可能就会记得他做的第一道菜，或者你为女生做的第一道菜，我当年曾经在广东的时候有一位前女友啊，你知道我当时的体重168斤呐、啊，也是拜他所赐啊。当时我每天三碗白饭配红烧肉。我们电台当时那同事就开玩笑给他就说他是饲养员呐、啊，喂猪的。太好了，说是饲养员，他我那时候男的们都羡慕我。你多少？180吧？
168斤，168斤啊，168斤，188磅，八十，我曾经那么胖啊，那就是一天三顿饭，他做饭、太好吃，这让我看到爱的力量，就是说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大会，她我觉得我的这个前女友是一个奇迹，一个人生的奇迹，就是本来她不大会写文章，她是学财会的。啊，第一次写文章啊，写的都我都给他改错别字，但是到后来人家出了好几本书，就是这当了记者，当了这个，他做菜也是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做菜，都是家里的女儿不会做菜，然后为了饲养我呀，自己学着学着，到最后简直是能做全套的，吃好吃，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一日三餐没有重样的。我家伙每天我就盘着腿儿，那真的很爱你，愿意为你去学做这些事情，这真的是，这也要有天分，对，这也是天分，没有天分怎么都做不好。哎呀，怀念他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说，你说就说一个女子，像今天咱们讲平等了啊，包括一个老公，嗯，你知道你做得一手好菜。对维系你们的婚姻关系，人家说抓住他的胃就可以抓住他的心，绝对的。因为当年我跟他分开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我没好意思说，就是说最主要相当重要的一个理由啊，就是让我不舍得，不让我不舍得，就是以后吃不着这口了，就是你知道，我就因为这个我很不愿意跟他分开，以至于我们已经分开了呀，我都分开几个月，还回去，我都能借故，不对，我都能借故找借口，再去看他，再去看他，然后故意聊天，聊到中午的时候，饭点，哎，对，饭点了，饭点到可以来吃，坐点，哎呦，其实那个是不是也有个情感记忆？就是你说的，对，他是那个最好吃的。所以我说我的不是你说他是从不会到做到会，对，那你是从不好吃吃到好吃吗？有没有这过程呢？还是第一道菜已经很好吃呢？第一道菜不算太好吃，但也不差，我能接受啊。到最后就吃的我欲罢不能了，就他越做越好。所以我把我的节目取叫有记忆的厨房，因为我觉得这每一道菜、就是啊、你的名字叫有记忆的厨房，就叫我就是伟杰记忆厨房、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记忆在脑子里边。你讲得好，所以你现在就会记得看到某一道菜，就要看到红烧或看到什么什么，你都会把它记忆点。你讲得特别好，因为你知道我过去我不是一直在跟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吗？嗯，我采取了一种反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，就是我不跟你吃饭，我不，你看崇恩就知道他多少次找我。因为我一吃晚饭就会胖，所以我就不吃饭，不吃饭呢。可是后来我就说，我说为什么两个人见面一定要吃饭呢？我就说咱们不吃饭行不行？喝杯水都可以啊。对啊，我就违背这种人类吧。可是最后我发现呢，好事儿就得吃饭。对，要是谈工作反而不一定了啊。你有朋友在，就像高兴了就要喝酒，你喝酒得喝一口，对，你就是你好朋友聚会或者男女朋友约会，你不吃饭就不，我就不对劲，总是少点。所以就说没有那个打破那个 break the ice 那个机会。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感情的感觉，是吧？嘴里有一些香香甜甜的东西，眼前看着秀色可餐，嘴里说着温言爱语，对吧？整个。然就记忆库里边就进去了。对对对，所以吃绝不是猪那么简单。哎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们现在你知道，他们叫断食，就是屁股啊。我知道啊，屁股他断食了以后，他很成功，人也瘦了，什么都很。后来就突然发现，这时间没法消磨。原来一个人不吃饭，一天会多好多时间，多好几个钟头出来。这几个钟头你不知道怎么打发。你睡也不是，不是，可以欢迎他来我们这边上班啊，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中午可以吃饭，我们每个人在中午的时候都没时间。后来他就觉得不对了，这个日子过得不对了，又吃回去了。哎，而且我觉得不吃东西，我其实不是现在很流行断食减肥，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，因为东西这么的好吃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我有时候其实不，曾经有人说发明一粒药，吃了以后就一天就饱了吗？但不是为了饱而吃啊，我们要吃是为了那个有好多好多情趣，对吧？情趣是最要紧的。情趣说到哪方面情趣就吃的时候有情趣的吗？大家一起说这个东西咸呐、甜呐、然后有很多记忆啊。你同样一个油爆虾啊，你奶奶是怎么做的啊？我外婆是怎么做的啊？我小时候吃的是怎么样的？现在这个不行了，怎么不行？不行在哪儿？酱油用的不好，姜不够啊，糖味道不对。
都可以说嘛。对，感情的交流里啊，然后一这样一交流呢，如果当然是男女朋友这样一交流呢，哇，就觉得大家特别有深度。是是，所以吃饭这个事儿啊，看来确实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部分。对，就是你要不，我后来就觉得你要是反人类啊。然后呢，你很多事情啊，就生活里特别多缺憾。这个缺憾不是说你少了这顿美食，嗯、而是你少了很多呀、啊，跟朋友交流的机会、交流欢聚的这个时光。我因为我就硬勉强我的朋友，我说我不吃晚饭，那非要见面怎么办？喝咖啡吧。啊、我发现就是这不对啊，少盐寡醋的俩人如上烤笔，说一会儿就散了，就得吃饭。那哎，还有这个伟杰还没回答这个问题了。嗯，你平生就到现在为止，嗯、你能说出一样你最觉得最好吃的吗？牛肉面，桃园街牛肉面，在北一旁边的桃园街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一家呢就没有招牌，是不是叫老张了？王。对，那一家牛肉面呢，真的是我少女时代吃到，它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吃，然后呢跟同学一起吃，因为比较贵嘛，我们只有什么考完期末考犒赏一下大家，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六个人只能点三碗，然后吃完再去西门町逛街，这就是我在这个念北一女中的一个相关的回忆。然后它又也真的是很好吃，所以我去哪里我就觉得啊，就是回台北的时候就会吃一碗那个牛肉面，就觉得 啊回家了回家那个感觉。哎，全是记忆，你看，嗯，不，你这我要想这个问题，当然我一开始是想了那些高级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想我吃过的什么和牛啊，或者吃过的白松露啊，什么大闸蟹啊，当然你可以试哈。但是我听你们这么一说呀，就是真的就吃的最饕餮的，吃的就是最嗨的，其实想起来还是少时的这个味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想一道？我跟你说，有个一南一北，那就是能把你们惊着，就是。北方我其他就最爱吃的是炒饼。炒饼对。你知道我爱吃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家里这个就是穷啊，就我发现人呢 啊你就憋着他一会儿啊他会那个变态式的爆发。就我记得很清楚，就那天呢人最怕的就是本来想好了要吃什么，结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吃就恨死了啊，就是。那天呢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个炒饼都必须跟父母要钱，小孩子的时候没钱嘛。但是你知道那天石家庄啊下那个瓢泼大雨啊，就跟那个水桶往下倒一样，那么大的雨，我爸妈就不让我去，说那雨太大了，倒不是说我们不让你吃，所以就不给我钱啊。他说气得我，我就说我在逃离你们这个封建家庭，我就跑到雨里去了。对，最后雨里狂奔，为了对，最后我爸妈急了，就说行，那给你钱吧，淋死你，啪，我就跑出去了啊，跑出去，结果跑到那家店里，我心里想着，我说我得要两盘儿，结果那家店估计也是下雨，没开门，我的娘子，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啊？第二天我去了四碗，从第二天开始啊，我连续一个月吃炒饼，我吃了30天的炒饼啊，每天都吃，没吃过别的啊，就是那种报复式的，就每天都吃炒饼，都去那家。哎，你知道他有那个白菜那个叶子越烂越好，对对对，你知道吧？他还有那个油炸辣椒，来点油炸辣椒，特别是我们北方还有蒜，他那个饼丝儿啊，先拿油实际是炸炒一炒，炒一炒的，然后他咔咔咔那么一炒，好家伙，连吃30天。后来呢？咽了吗？再也不敢吃了吧？3天之后应该已经解除魔咒了。3天以后很长时间就不吃了啊！但就是然后呢？你知道我爱吃还有一种，就南方呢是干炒牛河啊，干炒牛河。原来我在广州的时候有，你想我跟我一个电台的同事叫李月威的，当时我们俩，他是个陕西安的大小伙子啊，我们俩哥们儿到那个后边电台后边吃那个干炒牛河，你知道吗？两个北方人把广州人都惊着了，就是多吃多少，每天晚上11点来，对吧？2-3点走，要2瓶啤酒，然后呢？一盘一盘的干炒牛河就这么要，一盘一盘。对，你不是叫了一盘一盘，你是像人家串烧一样，来一串再一串，就一盘吃完一盘再要一盘，最后一般就是这俩吃8盘，一个人4盘，没有别的菜了，差这么吃，因为它这个油，油啊甜啊，那个焦香味，我没听说过，我也没有听说过炒牛河可以。我们俩当时在广州盘福路一霸，你知道吗？干炒牛河一霸，一来哎，过两天我要累了都，累着，8盘，你知道吗？这想起来有意思啊！你这个一百
168斤，其实不跟你女朋友没有关系，跟你干炒牛河是吧？哎，所以你看，每就是说。你像说起来，反倒最爱吃的啊，是好像都是这些粗食，对，从小吃的东西。嗯、那精致的呢？你们美食家不都是精致的？老实说，你现在世界上再贵的菜，你都吃得起。你也有很好的记忆，比如说你在意大利，我在佛罗伦斯吃过一个很好吃的牛膝，我到现在会记得。嗯，哦，牛膝最好吃的是那家牛膝盖啊。啊，牛膝盖。焖的很好，藏红花里边有，炖的那个炖的东西、啊、想不起来了，反正是，但是你说吃意粉哦，也是在佛罗伦斯有一家，他用白松露刮在上面，吃、很好吃。当然你不会在你最饿的时候想吃这个东西，而且通常吃这种事情，你都是已经是只要安排好、想好、预定好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吃。但平常比如说牛肉面或什么，它不是一个需要处心积虑去想好去吃。是，所以我现在家里长期有红烧啊、红烧肉、红烧猪肉。你他这体型就太好了，他就属于没有肥胖。长期现在还有呢，你炖一个冰糖原蹄，对不对？冰糖蹄胖。跟红烧，我长期有家里。哎，那些老跟着你就是几十年那个老团友，是不是都变成168斤了？那也没有啊，就你还这么瘦，有的不在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你说对这个食物的这个味觉的敏感性啊，是越老越敏感细腻，还是越老越钝呢？他们说是越老越钝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哈、啊，我老到现在开始，那个。越来越好，因为我开始来香港的时候，我吃海鲜啊什么吃不出个鲜味来的，因为那时候在上海吃味精吃太多了。你是从小就爱吃吗？从小爱吃没得吃啊。哦，从小爱吃没得吃、啊。所以后来到香港成为美食家啊。不，多数都是这样，因为小时候没得吃，所以到了就像你那种报复式的心理去不断的去吃东西，去试。那么。味觉来说，我开始来的时候，你要吃海鲜什么，可能上海以前所有的菜里边那味精放太多了，舌头都习惯了那种味道了。开始吃海鲜吃不出个鲜味来的，但现在反而就是由灿烂归于平淡了。有的时候去到了饭店里边，就蒸一条鱼，炒一个菜，很好吃，鱼汤拌拌饭。哎，我就是因为你看我的口味就比较重，我觉得啊，而且是岁数越大好像越偏重啊。但是呢，我可能是偏见，我所见的，我觉得那个够档次的美食家啊，似乎你说他们是装叉呢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们似乎都叫清淡，就所谓吃原味儿。对，一般是清蒸鱼，要我就红烧鱼是吧？就是不是的，是根据年纪的，是不是水准越高就越。可能他们有些是喜欢吃食材原本的味道，是是是，所以他就不喜欢过度的调味。但我觉得也要看。但是食材根本的味道是要靠烹调给吊起来的，你不能说清就是白煮，不行。还有就是也要看你吃，比如说你如果是吃这个石斑啊那些的话，你可能清蒸它味道会比较好，你不把它红烧你就觉得它。但是你清蒸的话，你那个酱油那个葱油也要弄得配的调配的好，你才可以吃到一个鲜味出来嘛。所以你看，我发现咱们说了一圈号称什么美食家，最后最让人这个爱的呀，还是家常。家常，对，都是家常。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，因为在家里吃的东西它都是给你好的，它不会给你乱来的东西，它还给你的是食材也会比较好，用的料也比较好，所有好的东西加在一起通常味道不会太差。哎，那伟杰，你觉得你在这个吃方面哈，你是有什么偏好？偏好你是说口味吗？对对对，甜啊咸啊，对的。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。我非常喜欢吃牛肉。对，我非常喜欢吃牛肉，然后猪肉我就稍微还好一点点。然后我个人喜欢吃甜的，因为我是南方人嘛。对，我也是。我现在你知道，我们北方人，你听说过卤煮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知道。卤煮火烧。对对对。卤煮，你知道，我们过去在北京晚上老吃那个，那家都脏的那个，就是还是国营的那个店，那地上都是那个油腻的，那个头下都滑的，都摔跟头，要一碗底儿，就不要那个火烧，就是那底儿，那个猪就猪内脏，多点那个大肠，据说那个大肠都不能太干净了，你知道吗？得有点味儿，就不好吃一下就行，得有点味儿。哎呦，然后也是撒上辣椒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吃一回，第二天就拉稀，但这就是减肥餐的，对对对，然后你知道。我到香港，我就发现致力于发现香港卤煮，然后我的香港卤煮是什么呢？牛杂。哦，哎，我现在在港岛那边找了一家，说开了60多年牛杂，哎，一个牛好吃，好吃。
也是也是卤煮啊，也是卤煮，广东卤煮，就牛的这个内脏，然后它拌以那个要炸很多年的那个老油、老辣椒油，啊，蘸着那个。